我敢娶你，你敢答应我吗？其实我真的准备了很多，但是确实这一刻一句话都感觉说不出来。但是从你走进我生命里，决定陪着我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最好的答案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样，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答案告诉你。其实我想了很久。谢谢你，我不哭了。我觉得我们从刚见面到现在这一刻，从我们这段旅程的开始，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未来你就是陪我走到最后的那个人。这一世这一辈子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夜晚，我都像那个人是你。我敢娶你，你敢答应我吗？我敢，我敢。